要不要录一个脸？又有警察在那。Hello， 索拉好，我也不知道。大家好，我叫上官乱，我是台湾的新住民，来自四川成都沦陷区。不，我还以为是花嘞，全是蘑菇，不好意思，全是蘑菇。哇哇，从来没看到这么多草地上的蘑菇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官乱。来自中国四川成都，来到台湾三个多月了。其实，在很多时候我感觉不到两个地方的差别，直到最近的冬奥，我为每一场有台湾选手的比赛而揪心。为什么我希望他们被世界看到？因为我知道这是台湾的机会。今年台湾有很多机会被世界看到，让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知道我和这片土地有关系，我是台湾的新住民，我身体里流着四川成都的血液，它在我的生命里，它在我所接受的文化里，它在我的血液里，它永远存在，它也永远提醒着我，我曾经生活在什么地方，我过着什么样的日子。而且我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作为一个对自由的追求者，我在那片土地上我曾经经历过什么，而有千千万万和我一样拥有着自由的梦想，拥有着自由的本能的人正在经历着什么，而且他们的处境可能会越来越糟糕。我只是很幸运的我来了台湾，然后我很幸运的站在这个北回归线，站在着一个我所认为的一个反转的标志的一个地方。我非常幸运我来到这里，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大陆人，我作为一个自由的追求者，我不管是对中国大陆还是对台湾，我都有我的责任在。谢谢，我是上官乱，一个终身的写作者，一个女权主义者，一个不断的思考者。谢谢。好，感谢，欢迎上官乱来到台湾，欢迎上官乱来到花莲瑞穗乡北回归线。漂亮，今天下着雨，这个也很舒服。好，1分59秒，过发推特了。好，谢谢。